中方在本国领土上开展相关建设，完全是主权范围内的事儿，与军事化无关。中方企业和个人参与本国建设活动，合理合法，无可厚非。美方因中方企业和个人参与本国相关建设而对其实施非法制裁，毫无道理。美方此举粗暴干涉了中国内政，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，完全是霸道逻辑、强权政治。中方对此坚决反对，我们敦促美方纠正错误，立即停止干涉中国内政。中方将采取坚定措施，坚决维护本国企业和个人的合法权益。